小朋友们该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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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是谁？百合花，它是明亮的晨星，它是万人中的一人，传着消息给人听。小朋友们该知道，小朋友们该知道，小朋友们该知道，他做什么？住在加略山上生命，受苦流血为我死，才得永生。小朋友们该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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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是谁。